孩子先买好了吗？今天幺姐他们搬家，弄我们上去耍。搬家哟，什么都是新的哟，新铺盖。衣裳不拿上去，不是衣裳在那边，不在那廊房那边。装得到，我二排可以装了。要叫他们买了一百头的菜。喂喂，哎，来，奶奶，这是我给你送的礼哦，可以噻。菜拿到那边，那个我拿。每只小弟啊，那一盘走到那个盘头，那还要弄天成路的哈。他那个菜是腌的太湿，怎么切？今天烧烤是我的哈。搬新家要吃汤圆。团团圆圆哈。汤圆汤圆圆又圆了，哎呀，我不吃鸡蛋。我咬两个都是，你不吃，他就可以咬，你去检查。我说我你不吃鸡蛋，结果还是咬到两个。我鸡蛋都咬到两个红的。好，我们决定9:38，开始鸣炮，先做好准备工作。这个叫牛羊大的红。要去老宅才能够试看。鞭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开始！哇，不得了，鞭炮齐鸣了。开玩笑，老坛办事绝对办得妥妥的噻。来站起来，站起来。那个男装女要站好，现在受礼仪式正式开始了。好，来，那边马站那边。让你破费一色。好，来。来，好，来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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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来。这是那个星爷哈，新的花堂万事如意哈，子子孙孙万事后辈万人都发财哈。好，谢谢哥哥破费了，恭喜发财，谢谢他，大发大财，财源滚滚，哦，财源滚滚，今天晚上破费了，破费了，香港的排骨挣钱排骨要时间约，准备尝试约。买的鹅的嘛，排骨你咋欺负了？没有的是把桌子弄好了放到盆子里头，每一盘给倒的那个这个是新米啊，有的人啊不管了，买新米买家新鲜嘛，就是新米噻，新米新造啊，啥都是新的，很合适，很够，那个农村老板也没那个，老板米上端的那个钱吗？啊，米上那个端的，我没有猪油嘛，你说哦，好吃了。我这个分下来的话，
那天我们上来炒那个油菜，我那个青油。哇塞！好新鲜嘛！差不多，十五个菜。不行了。哇！来了来了，恭喜头上！哎呦，哇！有技术，好辣哟！我去嘛！要得，妈妈，我们没有一百两万，嘿嘿嘿，好安逸哦，这个排骨，哇！好。我再来上盘盘，是不是光起那个味道呢？你啊，不是吧？是啊，来点点。刚才他就拿的碗倒下了。二哥那个味道，这个是第一次吃的。我不要。来来，哥哥，今天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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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哎，酒坛没打一地，这也不行。哎呀，你做那个广州给我卤水，我整一盘。那个打一盘那个。我来做。你来啥？问了。哎，快让我们两弟那个，俺在扣上两块，那个咱小时候就喝的。哎，肉都有没上来？啊。还交着的。肉上来两个还要。他回来了。这么多了，带上来。酒吧吃的肉，肉是专门。你还有啥子饭没有？我这是红烧肉，酒吧。我这是。就是那个肉。哎。真的打架了。那个六级小哥哈，哪里有？你好，小戴，别讲，这都晓得的。